南宋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，诗词风格既雄奇奔放，又沉郁悲凉。然而充满反差的是，他是为猫写诗最多的诗人，是个名副其实的猫奴。若能得此萌物，也不枉我陆某爱猫几十年呐。那就让你的愿望实现吧。真的吗？哦，喵！主人，等我下吧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摸摸其他的地方吧。主人，挠下巴。啊，挠下巴，挠下巴。哎呀，就喜欢挠下巴。嗯。啊，那个我要写字了啊，乖乖的。好。啊，这么听话呀、啊？哎，对，一会儿唐小姐就过来了。我仰慕唐小姐很久了。你气他来了之后，你千万别啊，挠下巴，挠下巴啊！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主人。主人，挠下巴。唐小姐到。哎呦，唐小姐来，唐小姐。唐小姐。啊，见过陆公子。唐小姐，请坐。谢陆公子。唐小姐，喝茶。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小猫。小花，喵，谢谢。猫，嗯，喵。陆公子的喜好是越来越独特了，审美没变过。主人，像刚才那样摸我吗？摸他？没，喵。你摸他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你刚才摸他了呀？啊，我摸下巴。摸下巴了？可以摸其他的地方吗？其他的地方？你这么陆公子啊？不是，我这么大个下巴你不摸，你摸他下巴啊？太龌龊了，我见不了你俩干这种龌龊的事儿。不是唐小姐，唐小姐，你干什么？主人，你刚才我说摸又不让摸，你现在那我现在可以摸？摸下巴。摸其他地方。啊！你起来，你别碰。主人。啊。你别摸下巴！别碰我！这个啊，这个猫啊，太粘人了，给我来一个不那么粘人的，然后活泼点的。主人，你家好多玩具啊！喵！那你去玩去吧。嗯。自己玩自己的，别来打扰我啊！这才是好猫。我的花瓶，你知道这个花瓶多少钱吗？啊？你知道多少银子吗？你上来就给我打碎了，你！主人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你起来吧啊，没事，花瓶不行再买一个吧，再买个新的。嗯，对，好，自己玩啊。陆兄，陆兄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我最近啊，得到几个好东西。你看这个，刚收的，
据说是唐朝的。你是行家，帮我识别识别。嗯，这个色彩啊，还有它的这个纹路，啊，市值啊，怎么也应该在3文钱。我的3000两啊！我的3000两！3000两！哎呦，你是不是多余？你3000两，你给人打碎了，你这……请问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3000两啊！没事，买个新的嘛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陆兄，我这还有一幅字画、啊。别拿出来了，快收起来，快收起来、啊！不看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没事，看一下。别看了，别看了。听我说，家里养了一只猫，一拿出来之后就给你查。哦，算了。可不可以给人家看看？人家保证不弄坏。不看，不弄坏嘛，不弄坏，我要看看嘛。就看一下哦。嗯。就心太软了，来来来，看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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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弄坏了啊，别给你抓。猫就是这样，你呀、啊，就一眼没看到，他就给你。没有。所以这个5000两。陆兄啊，我这儿还有一块石头啊。哇，快收起来了，兄弟，听我说。这个5000两我分期还给你啊，过两天再。不，你先看一下石头。我不看了，这块石头，以后别来我家了啊，什么也别带。刚跟你说完这3000两，这有5000两，这就8000两了。你干什么？怎么的手怎么就？哎呀！太活泼了，给我来一只高冷一点的猫吧，啊，别来打扰我，高冷点。喵，握手，撕个下巴，撕了，太好了，保持，保持啊，高冷，对，我要的就是这个，我得赶紧做幅画啊，把人钱给还上。你要为我掌灯吗？你说呢？这点痛都承受不了，怎么做本宫的铲屎官？来，给本宫舔毛。我还能让一只猫给我收拾吗？嗯，所有猫都喜欢玩毛球。猫给欺负吗？对，爸爸爸爸，不行，太没有尊严了，不行，爸爸，我是人，不行，这几只猫的性格都不太好，给我换一个善解人意的吧。陆兄，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。我要的不是这个，这是谁？陆兄，这是废材，我不要废材，我不要，我一个掌声，给我一个包，怎么是这么真实存放？我不要这个，你这玩意儿出来了，哈哈哈。
给我换一个别的猫行不行？太粘人了，快快给我换一个这个活泼点。见过你叫啥来着？嗯，陆先生。哦，见过陆先生。哎呀，你见了我不错了。小姐，鞋都掉了，气死我了，鞋都掉了。你是要帮我找亮吗？可是我忘了，他不服，赶紧给我鞭子抽他，最后让鞭子抽他。哎呦我，哎呀，哦，啊，陆兄，我们好好待你的。鞋头，快跑，快跑，这就笑了。